谢谢周怡，以及笨哲培群华乐团。大家有注意到我们这次音乐会的名字吗？叫做群运滑行 2.0。 为什么叫群运滑行 2.0 呢？因为我们这是第二次办群运滑行，上一次在办群运滑行的时候是在4年前，那时候是在华中办。群运滑行的意思就是指华人中学跟培群中学两间学校一起合办的音乐会，是群运滑行。上一次办的时候是在华中，那个时候我才来，刚刚带培群，可能才带了第3年，那时候培群也还不够成熟，没办法作为一个主人邀请华总过来。可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然后慢慢培训现在也比较越来越成熟，就成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然后现在我们有又有一个这么好这么棒的音乐厅，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华总来跟我们一起演出，等于这次我们是主人，然后我们邀请客人。OK， 所以现在我们先邀请我们的华人中学进场。介绍一下彭修文，就是丰收锣鼓的作曲家叫彭修文和蔡慧泉。但主要我介绍一下彭修文，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华乐团这个形式呢，就是因为这个彭修文，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别称，我们给他一个尊称叫舞台巨人。就是因为有了他，他就把所有这些华族乐器，然后以这种交响的形式，等于他是第一个让把原本我们二胡就是二胡，琵琶是琵琶，我们可能有在戏曲上面有合作，但是我们不是以这种大型合作的形式的。这种形式是他效仿西方的交响乐团然后做出来的，所以等于彭修文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所以我们华乐团这个东西呢，而且华乐团是很妙的，只有在新马一带我们叫华乐团，在中国叫民乐团，在香港在叫中乐团，然后在台湾叫国乐团，4个地方加起来叫中华民国，刚刚好就中华民国。然后我们新马一带叫华乐团，所以这个华乐团的形式呢，其实并没有存在很久，大概就是60年左右罢了，所以时间并不长。然后我们的作品也跟西方比起来也是有限，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并不多，所以今晚你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曲子。我们会有一些传统曲子，比如我们看到金声框舞，还有这首丰收锣鼓，然后还有一些像我写的创作曲子。然后接下来你们还会听到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是移植的曲子，原本是西方音乐的，可是我们用我们华乐乐器来演奏。OK，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丰收锣鼓，有请指挥何哲生同学。